今天要对决指标星魁，尔等休得放肆。星魁算是前期非常痛的角色，我打算第一剑上守卫军战靴。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我就是你，但你不是我。先叠好五层，接着狂夜劫二击，连兵带引体下去。Perfect。这就是狂夜埃罗的力量吗？完全感觉不到败北，没有人能打倒埃罗之神。操你妈！好像有人想做到月底。Music。操你妈个逼！干你！干！操你妈！想做到月底，直接跟我说。OK， 最终决战，音乐。When